今仔日是咱台江节第三主日，第三主日的意思就是宣布喜乐，所以咱希望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喜乐的人生。上帝安怎甲咱讲？保罗安怎来教示咱？伊甲咱讲，咱爱有喜乐的人生。伫咱的圣经节，恰在农历假期安尼讲，着常常喜乐，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。因为这个是对上帝耶稣基督奉献的旨意，咱就唔通拍破这个圣神的感动。中文那里讲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所以下面咱要唱一条诗歌，爱常常喜乐。以前咱要唱过这条诗歌，所以第一遍我要教咱唱歌队，咱来唱这条诗歌。第二遍，咱下节咱再来唱这条诗歌。请问这个药方要去到哪？
掉。伊两个心是重要，就是一条药啊，我要去药局买，明天搁一间药局买。明天到伊遐地，上地遐，啊要哪摕？哎，要哪摕？啊，上上来做礼拜，啊上上祈祷，啊参上读圣经，啊上上咱看姊妹安怎交往，对？伊都唔是靠咱家己，所以分析书第四章第四十二节啊讲。咱爱常常喜乐，总是不是靠咱家己喜乐，是靠什么人？靠主常常喜乐。所以这用意伫倒位？伫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咱爱常常甲伊亲近，常常甲伊来挂念。我着搁再一遍甲你讲，我搁甲你讲，你着爱常常喜乐。所以咱要有喜乐的心，咱着爱常甲上帝来连接。今日阮昨日来歌，即期卖做讲透早来时阵已经无电啊，所以咱想到的是啥物？充电。我着甲卖做讲讲充电啊，一定按充电去充电啊，总是伊有完无电爱安怎？爱换电池。啊，做一种个方法就是安那，插电枪要插伫倒，插伫电源的所在。咱嘛会无电，咱嘛逐个讲充电啊，总是无电就是无电，因为迄个电源伫倒位，迄个电源伫上帝遐，咱就爱甲上帝插电，啊要咱插电，透过诗歌，透过圣经，透过无数的经分享，咱才有法度搁一遍来更新伊个心灵，所以常常记录，即个记录毋是靠咱家己，是靠主耶稣。来看你的面有喜乐，来互相看一下。我感觉只要有我面有感觉，咱有啥喜乐的感觉，总是无要请咱看头前。哦，来看这边，这就是咱的喜乐的啊啦代表。啊，这群是上艰苦的面，你再看卖啊，真正我袂甲你骗。咱少年人在做笑袂出来，总是我每一遍看到咱教会许多人，伊的面就是充满着喜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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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单笑的呀。心底所发出的迄个疼，甲迄个忍耐，甲迄个上帝温暖的迄个心内，所以咱来靠主常常喜乐，因为你的表情、你的心就会显出伫外口。咱三个再来唱这条诗歌，爱常常喜乐。快乐，一定快乐，不用讲也一定快乐。咱得祝贺人啊，早生的吼。
贵的。对，为什么不是贵女呢？好，现在哦，有时候想想啊，贵女时阵咱就叫做什么？金枝快乐，搁咧快乐，咱叫咱啊，懂叹气哦，对不？好，所以咱互相咱拢爱祝福，上面祝福咱，咱嘛爱彼此来祝福。所以咱今晚来唱一条诗歌，叫做《我来祝福你》。你嘛来祝福我，来再来唱一支歌。我的心情灿烂的笑容。